今天路过这个桥洞啊，又碰到了以前那个有那老妹啊。刚好我身上带了几个馒头，我给她吃吧，看她吃不吃。老妹，好久不见了呢，吃馒头。你这是吧？吃吧。没有，这个能吃的，我这刚买的，我吃吧吃吧。就是给她东西她不吃啊。阿哥，你打算去哪里啊？打算去那个废弃的房子啊，去逛一下的。你一般在那边做美食啊？哎，在那做美食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我想去找个地方烤红薯。烤红薯啊？对。是吗？废弃房子烤也可以啊。那你感觉人太乱了，那地方太乱了，现在不太想去了嘛？现在今天人的话，就是拍戏的人在那里做。那地方不是很想去啊，但是那地位置好，这又有柴火，是吧？烧的话，这个没关系的。你准备做什么？我准备烧这个红薯稀饭嘛。红薯稀饭？红薯煮稀饭。哦，那红薯没洗呢。红薯洗可以洗啊。可以洗吗？这有水吗？这个有啊。哦，这个锅就是阿根的。好像是女的吧，阿哥，你这个锅你放哪里的？这锅啊，这锅就放在那个槽里面。哦，这是藏起来的啊。对，放起来呀，不然的话，老是带身上也不方便啊。不然会剪掉，知道吗？啊，对。没赶走忧愁，却淹没了我的灵魂。刺骨的风。它这东西不烧的话也是污染环境啊，把这个地方搞得又脏又乱，把它烧的还干净一点。这里也有。好了，够了。今天我带了6个红薯，没想到阿根也带了啊。对，我带了这个米，还带了米。我带了一个大一点的红薯。你这个红薯大。对。带了一点。好，我们开始吧，我来点火吧。再苦再累绝不后悔，笑着面对亲爱的家人，请用书房赶走我的颓废。身在异乡，一身疲惫，这个很准，我们写社签上卡的，不知所谓，这个换进去，不问所谓，笑着面对亲爱的家人。对啊，一下子水开了。对，一下子开掉了。哦，还有一瓶水。对，还有一瓶水。那够了。自来水哇，这个。自来水可以的。红薯好切的。今天的温度很高呀，感觉跟夏天一样了。这几天温度很高。不像冬天了。这个还要放油放盐吗？这个不用放油，放点盐吧。那一灰进去了，那个大灰块把它弄出来，弄不出来了。你不放点盐吧，放点盐好吃一点。这个啊，不用放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稀饭就难看的稀饭放盐了。开了，一下就开了。对，很快就开。红薯都烤焦了。大哥，怎么样了？熟了吗？我看一下，能不能吃的？我还没吃蒸饭呢。好吧，就最后去吃吧。这是阿根做的红薯稀饭，闻起来香香的。我现在还没吃蒸饭呢，刚有点饿了。好久没吃过这个红薯稀饭。也是啊。在这个什么红薯稀饭不是什么美食是吧？不过能填饱肚子就行了，填饱肚子简简单单是吧？对，都吃饱了，现在吃稀饭就吃饱了。吃饱了，吃完了。我中午吃的饭，你自己没有吃饭吗？你自己吃吧，是吧？但是做的太多了，吃不下嘛。你早上也没吃，你拿一个，吃不下，吃不下浪费钱。那我现在也只能吃一个馒头，你留着晚上吃。好了，吃完了。你这个红薯稀饭比这个馒头好吃多了。现在这个饭也吃了，再把这个红薯吃了，红薯这里还有六个红薯。吃饱了，慢慢吃吧。
姐烤了吃。你尝一下嘛，尝一下好不好吃？对。啊。嗯。啊。有个香味，闻到了吗？我焦了。你看。有个香味。你这肉好好的。对。啊，小时候我们经常吃的。看一下。很香，这个红薯很香。好烫。今天嘛，都是红薯大餐呢，稀饭煮红薯，烤红薯。嗯。要不我们去那里坐吧，去那里吃吧，那凉快。嗯，走吧。来，嗯，把全部吃完。嗯。焦掉了。这不是宰了一只啊，它宰扁了。哎，这红豆什么是那个紫色的？对，那。对啊，还有紫色的红薯。对啊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啊。我也第一次见这个紫色的，看一下，紫色的红薯啊。今天我们是准备不冲锋啊，就随便吃了一下。随便吃。吃饱就行了啊。对，能吃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是回去吗？回去。好了，回去了。